它吧，到现在都比较难找，所以估计毛竹也是好久。封面真的是给它吃的，对，都是给它涮个脚，非常优雅，它是吃饱了吗？没有，它现在非常豪放，就是。 这可能就是我想象当中的暑假生活。这就很恐怖的，对。你就留半张脸。